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首尔张哥，咱们今天又见面了。我现在站在的是这个大高桥上啊，汉江边上，然后对面就是那个首尔塔，而那面呢就是乐天塔。哇，那我们待会要去的地方呢就在那边，那个就是首尔林，一个两江一个交界的一个地方，这边正好长了一片森林，在这一片我们正好到那一块去看看去。我们在之前去过一次那个北首尔林，这次呢我们去的是靠近汉江的这个首尔林，所以先看看吧，我也不知道长啥样。 OK， 那咱们现在出发了。哦，它这个过街天桥很高啊，你看到没有，从那个江底下哇一点点上来到这儿。然后现在几点啊？6点了啊，所以这个下班高峰期嘛，路上车基本上都开始了堵在这儿了。我们就要到前面那个专业建筑首尔林。小虫子好多呀。水稻博物馆，哦，这个是水稻博物馆。哦，整个这一片全部都是。OK， 这边是啥？水稻，这边跟水有关的吗？所以它这一片不对啊，咋整的跟墓地一样啊？这是啥地方？这个？哦，跟水相关的，对，怎么都是。哎，它这个小建筑挺有意思啊，玻璃建筑再加上这个，啊，这就能看到了。你留了一坨，就是跟水相关的嘛。净化水呀，水疗呀，研究啊。好，前面就是首尔林了。首尔林，逛逛吧，看有什么可看的啊。能分解，就片树林吧，也是让大家栖息的地方。我们那边市民呢能在这散散步，有一些各种设施吧，昆虫植物园、官吏事务所，还有鹿站、自来水博物馆，刚才那个啊。从刚才那个小牌子上我们就大概看到啊，这边有鹿站，还有昆虫博物馆，等于就是会有一些动植物啊。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不一样，它的地理位置是汉江和它的一个支流两个交界的一个地方，正好就形成了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小岛一样的三角洲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在这就可以看一段。这是他们最典型的那个雕塑，老爷爷啊，我们可能还得到马路对面去，他应该有一个通道让我们过去吧。
妈，你视频拍的太短了，你可以拍长一点，这样的话就好看了。哦，它这边基本上属于那种废弃式的哈，真是没看。我在改鼓标还鼓，这里边应该是昆虫啊，小昆虫的博物馆，昆虫园，但是没有开，那就没法了。我稍微查了一下哈，他们现在关于首尔林的介绍。我们从水稻博物馆过来嘛，它首尔林是什么？竟然是古代皇帝狩猎的地方，这边形成的自然的猎场，而且它也是韩国最早的这个水源地，它还有什么高尔夫球场、赛马场、体育公园，就设施还挺齐全的哇。它占地哦，它里边有五个主题公园，咱们待会好好找一下哈。然后它有首尔林广场、鹿岛生态林啊，就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这个生态林，还有自然体验学习场、湿地生态、汉江公园啊，汉江公园也已经看过了，自来水博物馆、鹿站、昆虫植物园啊，昆虫植物园咱们去看一下去，然后待会咱们再去看那个鹿站啊，昆虫植物园。怎么看？哦，没人啊，一个是没人，另一个是下班啊。哦，这个是昆虫植物园呀。嗯，咱都关了呀，全都关了。哇，原来这个地方这么大呀，很大一片，其实这属于。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哈，看不清楚。OK， 前面它属于叫昆虫博物馆了，官立办事处还三木所。哦。啊、哦，这是动植物园儿，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植物。哦，它这个建筑太吓人了，它不怕塌了呀？胆子也太大了，他们呀！啊，挺好看的，它这个。那他就把它打扮成这样是吧？哇，我这要拍给妈，妈就得喜欢这个，妈就得喜欢，拍一个。哇，昆虫植物园，我来看看啊。啊，那边是个超市了，这是个超市。它这边应该又是那个自来水厂改的，所以它把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。哦，这是艺术庭院，哇，还挺好看的，下来抽烟哈。哎呀，这边好看呀，哇，这挺好看的这个。他们这边真的会整啊哈，就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地方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把它都是以前这种废弃的这些建筑改造了。
把它种上花，把它种上这样的，就利用出来了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很好看的一个庭院空间了。哇塞，真的呀，看跟葡萄架一样的，这要是种的葡萄就好了，可以哇摘个葡萄吃一下，哇多漂亮，你说今天天气不好，天气好的话绝对漂亮。哇塞，啊，它这边是还是自来水厂，类似水处理厂一样的。据说它是这个叫清溪川供力厂，它给那个清溪川供水。你说，哎，想想不太对啊，清溪川离得太远了，怎么给它供啊？哦，这个是昆虫博物馆，昆虫西木馆。但是现在因为克拉玛的关系，所以全都关掉了。后面有机会的过来看一下。哇，露天的，里面各种植物和昆虫嘛。这个也是昆虫园 insect garden。这个是纳米增温，哈哈，蝴蝶公园。哇，可惜进不去了。后面有机会一定要过来看一下。哇，这挺好看的。OK。咱们要往前面去。然后基本上好看的都在前头呢，但是现在这个陆小屋都在前头，首尔林广场都在前头，林中游乐场、水稻博物馆全部艺术庭院啊。今天天气不给力啊，天气好的话这边很漂亮的。哇，这都干掉了，都干掉了。这个现在在保护着呢，等到后面这些花全长起来了，应该特别漂亮。但现在它其实是处于被保护状态。哇，呵呵，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，挺有意思的。哎呀，所以说这个，哎，疫情害人呐，很多地方你去不了，也看不了，只能努力的往前走，对吧？OK， 走上面去看一下啊。上面是什么？哇，这片草真漂亮啊！哇，它怎么把它？现在天气的原因，你可能感觉不太出来。那边整出来可能也是这样的。真的很漂亮，哇！它这个，它是把好几种花全部穿插到一起，然后长成这样的，栽培出来的。它不是随便长成这样的，中间还有道，好像是你可以进到这个道里头去，也可以留了这种便道。你看，哈哈，哇塞，这太漂亮了！我不知道这个。人家这个小心思真是哈，真的很漂亮。上面在停着那个蝴蝶，哇，星星点点的感觉，你知道，就是又是红的，又是绿的，又是黄的、白的、青的、粉的，太好看了。哎呀，我媳妇儿他们一定喜欢，妈他们一定喜欢，哇，真漂亮！哇，咱们来到这个首尔林这边，它那边是个广场嘛，然后商场，在这边它有一个小条儿、小庭院，
是一个爱情庭院一样的。你看，边上木质的座椅，哇，种上花，有点像是那个婚礼殿堂一样的哈，像做婚礼一样的，哇塞，好看啊，好看呢。哎呀，真是，他们太会整了，真会整哎。正面是啥？哇！哦，这边是一个小剧场，小广场。广场上你可以看到一些。看到他们这些哦，都是一些座椅，一个小广场摆在这儿，挺好玩的。哦，这是开卷也一样，一个关于书的一个雕塑纸张，用各种文字整了这样的一个雕塑。OK。还挺喜欢玩的嘛，咱们再到这边看看。哇，这边全是树木，树木整的一个道啊。哇，这刚整的，看啊，还很新鲜，可以在上面去走是吗？林间小树木道啊，哎，整的还挺有意思的。哎呦我，他们这真会整啊！哇塞，刚建的，你看。这边整的是当时，啊，哇！边上他整了个玻璃的反射面，完了以后整了这样的一个小矮人一样的家园，为什么要整成这样的呀？什么寓意呢？你看，整成这样的一个小屋，还能打开啊？哎呀，他们这个太狠玩了，小矮人世家呀，这是，有意思。OK， 哦，终于被分掉了。哇、哦，这个，哇，这个游乐场漂亮啊！你看，它远处有那个小山道一样的东西。但是竟然被封掉了，为什么呢？看不到了，也进不去了。在这可以看到，你看远处有那么高的那个滑滑梯，还有那个绳索，哇，这正玩起来应该挺好玩的，我都想过去玩了。看，我把这拍下来。哇塞！整个这个小游乐场都被关掉了。努里塔，每一个努里塔都漂亮。就是努里塔。OK。哇，真的可以呢！鹿小屋，林中游乐场，刚才那是个林中游乐场，野外舞台，首尔林故事，前面是鹿小屋。OK， 往前走那个鹿小屋去。哇去，它这一片整得漂亮啊！还是人家会整，都不用说了。你看对面，哇哈！中心小湖，你说他人家把这个小湖整的多漂亮。
比较聪明的一点是什么？他把周围你看，他把那个湖的边上的一圈儿全种上了草，就种上了花，所以你这样一拍老好看了，真好看的。啊，大蜻蜓，那等于从这边可以过到马路对面吧？待会再坐。问题是，哇，它这一片这个树林太棒了，这一片树林太棒了，可能是，哇，这太有感觉了，我也不往前走了。这如果是不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有阳光的时候，这得多漂亮啊！哇塞，但是这不是鹿岛，这是全是。全是那个水杉树，所以它长得直直的。OK， 继续走，继续往前。挺好玩的，是不是干啥？我勒个去 ！OK， 差不多了，咱们到对面那一片基本上就 OK 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嗯，不是咱啊，结束了啊，桥上再走走。漂亮，带着视频一起走。简直了，这个。OK，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了。我是首尔张哥。那咱们下期继续找一个地方逛逛去 ，OK， 拜拜。啊，哇，这片这个树林真是漂亮啊！哇，竟然在这个地方让我找到了这个鹿小屋、昆虫植物园、汉江水边公园。待会我们可以从那边去走过去。现在我先到鹿小屋转一圈哈，我是你。能看到路吗？哦，真的，哦，鹿角是有征路的啊。啊，热不热？哇，真的，哇，养了这么多鹿，啊，兔子 ，Ttuk。库萨松，库拉尼，哇，这个有路哎，阿娘，阿娘，哦，哦，看我还，哎呦，还。很聚精会神的看我呢，哦，啊，一点都不带走神的哈，啊，所有人都盯着我看啊 ，hello hello， 他们就想你们干啥的，哎呦，太好了，好吧，我不知道该干嘛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啊，然后再远处一点呢，它就是那个汉江。但是我怎么能冲过去啊？如果这个门被关掉了，那我就抄不了近道了。啊，不行，被关掉了。
被关掉的话我就没法走了，这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哇，大桥洞真是啊，壮观了。当时我们怎么还没找到那个？真是壮观呀！来吧。在那个天快天黑，但是天又没黑，这是个啥地方啊？沿着汉江让你跑的一个地方，这是西边的这个大桥。咱都把桥开成这样。太有意思了，本来是两个岛交界的地方嘛，那边是往外拐，其实我们是要到上面那个地方去，对，稍微上去一点，从上面走就可以到那汉江那里。需要一点点时间。这远处就这样才能拍张照，或者竖着这样。哇塞，视角真实。OK，我们得从上面走，看样子。这天也快黑了。那咱们也终于到了今天的这个目的地了，两江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了。开了，对，前面拐个弯就到了。你看这边是汉江主江嘛，然后这边呢有个小的支流往另一个方向去，所以正好在这个交界的地方，然后我称这个地方为好望角，类似好望角一样的一个，对，就是这个角角了。他们这边本来应该都是有一些观测点或者休息的地方建的一个公园，但是现在没有建设好，只能留在这儿，等到还没开发完了就好了。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，两江交界的地方啊，两江交界的地方。你这样的话看对面那个景是吧，全是山，那个小山好小，本来我还打算爬那个小山呢，但是好小，边上全部被那人家那个大别墅给全部被那些高楼全部给建成了，那个完全就是建在山上嘛，那个全部建在山上。OK， 终于达到目的了，感受一下，然后咱们今天就结束了，真结束了。来的有点晚了，稍早一点的话，或者是今天不下雨不阴天的话，然后那个夕阳西下，阳光射过来，江面漂亮死了。OK， 拜拜了，我是首尔张哥，那咱们下期接着逛，跟我一起走遍首尔。OK， 拜拜。